一包搁食我的，一包食我的，一包食我的。最后一个人家唔免看，两千块买袂着，一千五拢要给。一千块，是来到这边。一千块上面是干杯。后边提，我后边提。一千块上面是干杯。干杯。一千块上面是干杯。一千块够买一个，最后搁一个一千块买一个。今仔早几箱五箱的哦，我陪你落五箱嘛。真是恁恁恁笑哦！一百块哩啊，一千块你当作要卖干杯啊？一千块够买一个无？我的干杯是有够甜的甜啊，比恁比你菜市啊买干巴比较甜。那你买两包试吃看嘛，我袂甲你断四百咯。你买四包试吃看嘛，四百块。两个。你买两包都要整块甜，看我手脚够好。好，这边坐，来超市买水喝两杯。干杯过来。来三下，我三下，我搭你个杯，我搭我一个。搭杯。三下。我去试啊。来开始啊。你后边，你后边两个。超过三只，袂你一千两只。后边啊。是，你个几个？我一分啊。来，我超前。四百，三。四百，够要干杯无？超前。来，这我一分啊。四百，够要干杯无？四百。四百。四百，够要吃无？我你偏爱四百，啊，搁一个。应该全部拢有买着。来，来，来。四百，够要吃干杯无？你边啊？可以啊。啊，来，迄摕上来就好啊。摕上来，谢谢。来一千。来一千。谢谢，谢谢。对对对对。是。阿叔，你这个东西我，这唔变，这几兆，卖个条，这几兆。恁后来我家里捌买过一包的无？石母鱼香肠，这三百元肠，刚才好食。当然我爱讲用煎的，啊，你甲切落粗粗啊，配蒜头，有够香啊。这有三百二百加猪肉，一包卖五百四包，一瓶三个人加食，要一包七个字，两百了。两百块上面一个三百元肠，两包。有人要食三百元肠无？两百块，后边配两块空位。阿爸，你看啥？订货呀，订货你去处理。青鱼片。啊？青鱼片啊，姐，青鱼片的到。大眼强爆啊！啊，青鱼片拿错给我，姐，谢谢。你看那边保利了，我那边保利了冇？给我掏钱。给姐彩哦。对了，今仔日你咧食这青鱼片，你的肝脾冇乖哦。这干杯，无我都搬，我咧看看啦。今仔日这是挪威青鱼，这当然我来讲真正的，你啥物都免谂嘛。你帮我一月一百一条的，这有丰富的 DHA、EPA、Omega 三，一个喊我八百，智能八，这三条喊我六百，我未对盘钱，升价钱三百上面只。了解。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请你，这条搁升价钱，这条搁食我，这条搁食我，这条搁。这盘你也五百买无？升价钱三百了。了解两个。那我头前条后边坐两个。你收钱。三百了，头前只个，头前。我翕啊，头前啊，后边翕啊。是，再过哩，再过三百，三百来只个了，对不？三百了，要食卤味青鱼了吧？你又要食虾啊？你讲我虾大只啊，足多啊。来，我自家坐三个。来，再过三厘哦，再过哩，唔免五百，三百了。自己的配料呐？那无加十几个伊啊？你那自觉有够济啊！我快两分了。你那自觉有够济啊！我啊，不要我老死。来钱了，给我上。来，我个收啊，拢无啊。好啦，有啥物代志？包卫生，包点就我开来。老卫生是第一个给钱的上。送给他没有钱。来，我来喝。来，姐台下飞机。几个？几个呀？他不是叫回嘞？啥物贵钱啊？哦，你不是叫回嘞哦？这泡泡是有够贵的哦，这我无咧断，这足贵的。来，这大要贵钱的哦？啥物贵钱的？我特别快。上阿叔。大。我加伊啊。大。是哦，你看一下，无买无紧啦，你看一下，这大只。慢，心里莫吵着，别讲了。这一箱不一定啊，这大小只也不一定。我这我客哦，你看几只？伊这泡骨外口差一盘鱼啊，好无？这只你感觉差五盘无？
你感觉这只套对讲炒五盘，还是咱老在就讲这只炒五盘，这只就一千二啊五啊，这大只啊，一千二啊五加一千二啊五啊，两千五。来，我来讲，小姐想要食套讲的，唔免让你开两千五。我若卖你千五，你就卖袂着啦。这只大只就你无看，这逐只拢无一定啊。全部金融三四五的人家，这两只哪你差十盘嘞？一盘鱼啊，我差十盘都两千五，唔免啦，先给钱一千五一千块。我来讲，你先给钱，这只叫啥？这乌鸡大只有错哦，这只够你啊，这只过来。全部金融三四五的人家，一千三要吃一千块，有人要吃泡骨的无？一千块，够皮拢卖一块去。一千块有人要吃无？一千块。一千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块都一千块，卖一个大块起来，大块后尾啊，一千块这大只啊，这咪细只啊。这箱外，这咪一箱哦，这一箱过三只，我拄边啊，搁有三只，一箱过三只，一千有人要来无？大你后尾啊，我变慢慢叫，啊，三分咯，啊你话一跌二倍，我袂退兵，来，三星收到，唔免啦，啊，其实拄好洗底个啊，下好个啊，最后两个三，一千块人尾也无啊，这是大只出重个，你帮我摸个三星收到，最后这两个一千三要吃没有？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有，最后一个一千几套工结束啊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我中飞机尔，几贵了？你拿我吃有啊？中飞机尔。这些大车这是要煮，卖得无同款，我卖得无同。好啦，阿妹，恁要啥？恁要讲。泡酒。泡酒我是要卖，我马上嘛。来，姐，你泡讲今仔走来拢无啊，对无？今仔恁要食泡酒的啦，你等下啦，这我等下卖泡讲啦，要搁卖啥哦？你等下这做歹事啊！你泡酒食歹事，等下去。我先卖一包，你要食啥？我不买这两条，我无七百包冻。我后边七百块钱。自己的，自己的干嘛？干嘛自己？大把钱我阿叔莫会冻啊！阿叔今麦冻袂，今仔莫会莫比较比较，等一下。老啊，你要卖啥？我来讲你牛肉咯，我唔相信人家买食牛肉咯。你唔要食牛肉咯无？阿叔后边要坐咧自取。这牛肉咯，一包二十块以上的牛肉，一只换一个五百，两只食一千，唔免一千。我招三个人家要食牛肉咯，三个加钱落啊，至少我卖掉。这一包你也甲行了，无二十块牛肉你开单，上先开钱的先个哦，四百落来四百块，上面食牛肉了，有人要食牛肉咯，我四包，大家加钱，四包人要食牛肉咯，我四百块，四包人要食我四包。反正有你遐无，我等下你摸我。后边有四包。四百，人要吃牛肉咯，无四百。你唔好买过，你买一包两百试吃看卖，两百块，人要吃一包。不，人要试吃，两百块试吃看卖，两百块无要紧。你唔好买过，你买一包试吃，无要紧，咱两百。不要钱啊！四百两百，来两百。两百块买啊，最后两包两百块。阿姨，我牛肉咯，腰瘦好吃，伊这用红烧的汤头，牛肉有够嫩的，你甲加重好啊，两百咯。要不要吃？来，超前！你就要有時候，有当时哦，你就要两百来去用命来换伊啊！最后一包两百。哦，我阿姊今日啊，真水！阿姊，最后一包两百要来无？无我就收起来啊！好嘞，来，阿叔来，直接收钱。三千贵五千。哦，三千五。老啊，到底今麦卖啥物人家才要顶头？你这个到底恁这个人可能要高级卖款啦，人家可能拢要吃高级的。无啦，要客家话啦。给对，订单啦，还是无感谢啊！好啦，我打给你啦，送我钱啊！我叫阿叔来处理啊！照我来讲，这阵一个人给恁买，我刚看到这个箱，我就解脱了。有人要食鸡腿的无？这个鸡腿你啦，口罩会当同个皮看吗？你会当口罩同个皮看吗？这边，你搞要食咸猪肉？咸猪肉你搞人要吃？咸猪肉可以啊，我先买这个鸡腿。这个鸡腿要吃，免三百二啊！我先给钱两百了。我即摆咧发这个鸡腿啊，两支哦，你三支哦，你要四支哦，五支哦，你要先给钱，这三支哦，我你要两百了。最后一个一百五，上面只也无啊，再减两支。一百，加不来无？百五。来我吃。百五哇！加米几只啊？等我卖了了，我等我卖了，两百七啊，我等我卖了。
阿叔，你今日咸猪肉总共炸几箱？两箱啊，三箱啊。来，我来讲，你要食咸猪肉，你钱一定要加啊加了，我都一定卖一箱啊。这咸猪肉我甲卖十几年啊，你一定要买，全部三十块在做的。爱食免五百、四百，收收起来，三百上面只三百块。来，这边坐啊。一条三百，两条三条，你真正买袂着，够俗啊！今日新价钱，我都加一条，你四条三百块。不如要食咸猪肉无？三百了。来，我头前。三百块了，要食咸猪肉无？三百块。咸猪肉上面只系三百，啊！即系我咸猪肉，你真正要买我咸猪肉，差咧。我结婚啦！已经照卡盘讲讲啊，真正啦，咁我只要起来无啊，咁无起来啊，啊未买啊，真正拢无啊，真正无啊，三三百块起来无，咸猪肉若无就卖炒啊。到人要两条百块，来啊！啊！你若要买两条百块，食看卖啦，食看卖啦。好，你点么子？啊！你买两条百块，你绝对拢后悔啦！我袂敢闹笑啊！你们绝对后悔啊！两条你炒出来，没有人呢？就够了，真的了。百块够未啊？来百块。百块够要吃无啦？剩一箱尔。百块摕两百。一箱收尔。百块摕两百。啊不，要吃啥？来三百，摕一千个。用的啊，不过还要吃啊，不然磨，不要磨，你有没吃磨无啊？鳗鱼干啥要吃啊？